怎么的？我进去你乐呵的，别老拉着你。哎，你放心吧，我有分寸。那个，但是最好别谈论结婚的事儿啊。你啥意思啊？咱俩的事儿回家再说，都想好了再跟家里面说嘛，要不然不越来越乱吗？行行，你看你又生气。哎哥，你看看你还需要吃点啥、啊？咱再点点。不用，这都多少了，这都够了。我这今天来，主要呢一是看看我妹妹，第二呢你俩马上要结婚了，我不得看看我有啥帮忙？干啥呀？那有啥不能做？那咱说你俩那结婚车队、酒店啥的，我那都有认识人，我不得跟俩张罗吗？对不对？哥，就是你那个结婚的事儿，咱俩吧现在还在商量计划呢。没事儿、啊，我家小凡，以后呢，咱都是一家人，有啥事儿你就是跟哥说，对不对？你俩的结婚，那我妹妹结婚，我不得办的风风光光的，对不对？你等会儿啊。